最干净。我才刚刚说，在十一点钟潮大概退了以后会比较慢。那个第二印度马龙化了，马龙也出来，第二印度。现在那个港区的那个潮位不是很高，那不很高。但是今年的0.7都管。0.7回，就等于上了快一倍。那现在那个我们一些能抽水的部分，看刚刚说的，我们现在大概会慢慢推一点，会慢慢推上。像现在是难看的啊、哦，去年的20年的那个水位哈、哦，啊1.6，它现在1.9的路，它会涨。最高的，这里是为观中心，九如路，哎，同盟路。九族路边。